到哪里买摄影卡都可以。资深艺人李立群从对岸回来，一下机就先到电信柜台。SIM 卡搞定了，准备入境。这时突然有人冲到他身边。陌生人把皮包拿给他，让李立群愣在原地。原来是他刚刚付完钱，钱包忘在柜台。台湾真好，台湾真好，东西掉立刻有人帮你拿过来。难得有人冲上来，不是粉丝要签名，是要归还皮包。李立群大赞台湾就是有人情味。先前他住在上海，遇到封城，在家开抖音跟网友互动。没有大将啊，瞎凑合吧。李立群透露，上海也订不到位子，是先坐高铁到厦门，再飞回来。哎呦，那位子也是停飞。哦，所以都订不到位置就对了。七月三号到一直到七月六号啊，都看到的资料都是停飞。哦，所以才从厦门回来。对，这次不是要接戏，而是想好好休息。没有任何计划，就休息。除非有戏的邀约，还是说我尽量休息，尽量休息，能推就推。李立群说，离开台湾一年四个月，坐上防疫计程车，大概四十分钟就能到家。目前还没有安排工作，现阶段就是在家种菜跟养猫，只说会等疫情过了再找机会到对岸探亲。TVBS 新闻林志伟、廖文翰、许攸翔桃园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